这里水挺脏的，不知道是涨潮还是退潮那个。这里还有个游泳的呢，不深的那个，一大片的滩涂啊，可以走下去。最近看一下有没有螃蟹，看看等下退潮的时候。工具是拿过来的，都是沙子。最近这个大坝加高那个加固啊，看看有没有螃蟹。那个拖鞋脱了。光脚在里面走很解压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螃蟹之类的。刚才抓了一个螃蟹，水太浑浊了，看不清了。稍微轻点也少啊，都是淤泥。这我去，下面很多脏东西，我去，走慢点。现在交配季节要轻点的，我下面很多，哇操，淤泥啊，心里去了。还是到这里那个现在好像是退潮了，还是到这里找找吧。这里那个石头下面很多很多石头缝里，我让你看一下呀。刚才就这里就捡了一个，哇这个石头这么重的，哇操，包不起来吧。这里这个有个死的不当，应该是活的吧，还是死的。都是这些那个退潮的时候呢，缝隙里很多那个螃蟹那个。这里有个养鱼死的，没有活的，看看啊，这些缝隙里那个好像都死的，这么高，它那里有死的。哎，这里有个大的了，哇靠！看，看，这个够大吧？这个够大吧？哇，两只，我操！留着先，等一下过来抓。我现在很多很多很咸啊，两只在这里起呢。怕摔倒的感觉，所以很简单，就在这里骑车那个问题的。男孩子来说，非常的解压，很好玩的是真的。上来看看呀，好挤啊！那你看到我的脚吗？那里是码头。看来今天过得有螃蟹吃了，前几天都没说出来，没有看到螃蟹，看到那个繁殖季节，叫不知道。最近石头都新铺了，大不新造的，这个是减少海浪冲击的能量，就是丢了这么多的石头，大型的石头，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很危险，但是这非常的解压哦，一天那个我们都是山区里的。要不是山区里，家里附近都山区呢，经常山上玩，很喜欢玩这一石头，在那个小溪里逛来逛去。你看，下面坑那么多，都是那个螃蟹那些藏身之处啊。在这里走非常的舒服，有些人很怕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们在以前那个年代长大的，就像野生动物一样，看到这些石头，玩起来不会太开心哦，太好玩了这个东西，一下子小时候的那种。野性都放出来了，我操！找到啥？你看，跑到沙滩里呢，各有所需啊。Why the club then？好久没有去，哟呼！你在那捞挖什么呢？那它是乌斯的，生蚝的，它找到一个生蚝，这么大还是活的呢。乌斯的你那个 agent 的呀呀，你的乌斯还活了，你那么妹子的那是呀，这个很大很大那个。
那个你学起来那个，这里有没有螃蟹坑坑啊？就这里没有棍子，那棍子呢？有时候那个手不管伸进去，有点有点怕怕的。比如说，实际上下面都有螃蟹，它螃蟹很危险。看看有没有我们看到呀？早知道我们带一个厨房手套不过还很多的呢，这边没有，那边还有，肯定有。我说我们看不到而已，有时候。它是那个退潮之后那些有个小水坑里面都有，你拿毛骨桶吧。你看这里下面有没有看看？呀，看看都小螃蟹很多那个。我们要找大的呀，小的不要。像这种水像这种水塘里肯定有东西的那个。刚才有个大的呢，两只大的我先把它找到，现在肯定在这附近还在这里转呢。现在退潮了呀，退潮那个。退潮了，找一下小水坑。就在这附近了，刚才也是那两只，看看找一下，再找一下，会不会躲到哪里去了？哇，超级大！还说没有，我操！这些那些朋友怎么这？我操！这个那个发财了！我操！这个是真的是大闸蟹啊！我操！那个这。我去，这么大，我靠，这个发财了，今天那个。那这里有个小的螃蟹，那个这里就不用了，那个。这些石头下面有没有？这个石头很重啊！我这跟那个装的那个，怎么觉得这些都是这小螃蟹呢？就这个都太小了。肯定有很多的呀，这都是石头的。我看都是小螃蟹的，小小的那个，这些就不要了。我们要装大的。螺丝一斤点，这螺丝那个非常的好吃。有以前太小了，有时候那个不愿意去捡那个。这些分析的，刚才装的大石头搬开来之后，那个大的，我操，这个。你往哪里跑？嗯？在那朝后面，但是还动辄。这，他竟然想咬我！这个还算小的，哇！你看这他多凶猛，一直咬呢，只可惜就差一点点了，咬不住。人类的技术比他还厉害呀！看看下面石头有没有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下，就是它那个爬着那个别人的背。有些石头真的搬不动，太大了。那个，我们就搬搬个小石头。这个下面有没有看看？有些它的现在泥土里它也。爬不起来。哇，找到了，有一个，这里一个超大，超大，你看，耶，超大，手也刚刚伸进去，我去，你快点出来吧，不要，我咬到你，我就，开始厉害一点，耶，看看你咬不咬得到我，我去。这里还有，哎呀，这个是，不是他们也打架的呀？打架的话，互相之间把对方的脚给啃了那个。是这样，我看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这里还有很多那个海蜇哦，就说那个海蜇那个，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看看，看这个里还有一大一小两个，看看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大一小，看看这里前面有个小的就不要了，那个大的那个，我操！耶，凶悍无比啊！凶悍无比就代表猩猩无比啊！就是呀，
我晚上都把你清蒸了呀，把你清蒸了。看看个战果，就蒸了十分钟。我去我去我去，差点摔倒，太激动了。这里还有没有吗？原来椅子下面那个肯定有，太重的石头那个也放不动啊，这个小石头搬搬。只是现在这个季节的母的呢，它都好像是去顺序去那个繁衍的，母的都看不到的那个，看到都是公的那。这些水肯定都有的呢，这不播、啊。说太笨拙了，哎，这里有一只，好像是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啊，这个很大哦，这个很大哦，它还我缩在里面去了，完了，这个石头太重了，它放不动了。你看这里啥都看不见。经过这里我还找不到没东西，它突然自己把那个茄子给竖起来了，看。因为那个木棍出来，有时候啊，有时候那个角度不好，不要咬我呀！我弄个石头给你咬一下，看你是厉害啊！耶，哎呀，孙悟空伯父。那个脚弄得很脏，没有关系，我过来玩的。Here we have a fish fabric.这里也可以去深海钓鱼，就是说你买了船票开过去。这里是双体船，这是救援的船呀，看很漂亮那个。这里有一艘那个，那个波子，你没来吗？这是救援的船呢。这就是荷兰的码头呀。我荷兰法律很严格，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渔船都是捕虾的，就是有一种专门小型的荷兰虾那个，然后捕鱼的不是这种船，然后它很规定，政策非常严格，保护鱼类啊、动物啊这样子，所以说你很少看到什么鱼都捕的那一种那个。然后很多的码头，荷兰这边还是荷兰渔民也是抱怨，就说呢，为什么不可以这个不可以捕，那个不可以捕，这样环保做得很好那个。所以很多人那个农民都把渔船卖掉不要，或者直接结束了，因为一条渔船就代表一个公司，那些一家人在那干活那个赚不到钱了，那他只能上岸，都是上岸加工冷冻去皮加工，这里很多以前在这里。然后他那个虾，因为劳动力太贵了，虾剥皮很难的，他有时候就直接冷冻，然后用货车运到摩洛哥那边去加工完了再运回来，然后放到超市里卖着，因为那边劳动力便宜，都有手剥的。你走吧。哇，
两个人用就能这么快吗？够了，够了，现在退潮了，你看看。过来吧，这个蟹关起来了，蟹关起来的话就是找这些洞了，这里有没有村子坑坑，找到坑坑啊。我现在攻击不好，买个小铲子进去那个，因为它都接得很深很深，所以不一定能找得到。上面贝壳也很多，距太小就不好用了。那个大铲子拿过来，都是石头啊、死的贝壳、啊、那些东西，那个不一定挖到东西。那个大量的温那个挖上来，然后那个在泥土里挑再挑，有时候会挑到贝壳、啊、那些东西。这里有一只，这里都是那个饭菜，还好。那这里有一只挖不掉的，它浸在里面的那个，我一直很难把它挖出来。看见没有？脚爪子在这里，我把它挖出来。太大只了，这只很大。不过呢，这是最大只的呀，这是荷兰的那个品种，就这么大的那个，再大的话也没有了那个。这个怎么挖的？这个它不配合的话，那不是爪子都要脚烂掉了。你再拉的话，硬拉的话也不行啊。这块石头挺重的，那我拿去，哎呀！我靠，密密麻麻的，又，还是小的呀，这里小的不要了，我只要只大的呀，很多品种了，你快跑吧，快跑吧。这个石头要是这么大，我也是很重的，搬起来就直接抓到它了。你看，至少我抓这些才花了多少时间啊？15分钟左右，然后就不想抓了。让它那个普遍的，你看的母的都很小个，然后有时候你抓出是一对的，你攻这个母的，你就是抱着母的这样子的。那母的有时候就是软壳，就说那个壳很软那个，这是公的，这小个，这小个一点的很多都是母的那个，这是公的那个，它因为毕竟是交配季节了嘛。然后挖了点生蚝，不要太多了，然后那个煎鸡蛋，等一下那个。